Hello， 大家好，我是 John 梁杰，来自 Young Boss。是的，我是今天跟大家介绍我的生意，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是开 production 的嘛。那我还有另外一个生意呢，就是开 cafe。今天是我第二间 cafe 的开张，所以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这间 cafe 到底长什么样子。Let's go。OK， 这一间就是位于在 Mount Austin 的一间 cafe， 叫 Sixty Cafe。然后这一间就是我的第二间分行，所以我们就去看一下今天这一间 cafe 的主题。OK， 这一间的主题呢，就是以日本还有蜡笔小新为主题的。所以今天你一进到来这个店面呢，同样的 Sixty Cafe 都是用黑白线条为风格，然后每一副墙呢，都是我们精心去设计。比如说这一副墙，来我们来看一下。陈木强，为什么我会把很多的招牌把它放在这里呢？是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啊，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呢是他们的招牌很多，就是那一条街道呢，你一看过去呢都是很多很多的招牌，所以我就把我的日本的印象呢就把它放在这里。那我们来到这里就是我们的雪糕铺，雪糕铺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也是采用了很多的健康的材料来制作的雪糕，对。然后呢，我们这里也有这个蛋糕，千层蛋糕。那千层蛋糕也是大家蛮喜欢的东西。那我们这里每天都会更新不同的口味。OK， 那接下来走到这里，每个进来的顾客呢，只要在这里消费，我们都会附送他这个豆根，然后他可以拿这个豆根在这里夹。接下来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墙，就是这个地方。本质地铁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技术，所以我就把它的这个风格把它画上去，然后再融合了蜡笔小新。Yeah, Max 哥。耶，喉咙哥，赏脸赏脸，哎，你们说一起啊！恭喜！哎，小白羊是不是？是吗？我有认错人了。啊，这两个特别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这间店的画家 ，create 名字出来的。要画画的可以找他们 ，OK？ 整间店都是他们出自于他们的双手。哎 ，OK。今天就是忙了一整天，然后感谢大家出席我的天的这个开张，因为我们其实今天只是一个 soft opening， 就是让一些自己的朋友或者是一些艺人媒体，然后还有一些 VIP 先来我们的 6D Cafe， 然后明天10月20号才是我们正式的开张。看到这影片呢，你们应该是超过20号了，所以大家看到这影片的话呢，就可以过来我们的 6D Cafe 来看一下，我们很用心的去设计。我们每一个角落给你们打卡，然后我们的食物、我们的饮料全部都是非常适合打卡。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地点在哪里，这个地点就在 Mount Austin 大嘴巴的隔两间，所以你来到大嘴巴，你就会看到我 6D 的 logo 在这边。OK， 今天的 vlog 就这样，然后明天我们是正式的开张，所以今天要好好睡一下觉，因为真的很累。明天我们再继续的打仗。Day two。今天是正式开张 ，6D 正式开张。昨天是 soft opening 嘛，然后今天是正式开张。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已经到了 6D。嗯。哇，我们的店长可爱吗？很可爱是不是？现在是我们的水吧部门。